再坚持一下，坚持住。阿贵，坚持住。世子，阿狗哥，狗哥。好，你等着，你先休息一下啊，坐下休息。小木，等着，我去找水。轻点。阿贵，阿贵，你怎么样？叫他了啊？给我来根烟吧。好，来，我来。山，嫂子给你包饺子吃。
青山绿水，竹茅舍。这么美的地方，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，可惜了。看来我天生就不是个冲锋陷阵的材料。将军，你不能！我回去也没什么意义了。中天宫那个家伙，正要找一个好的替罪羊呢。你们撤吧。不是说你们已经攻克了青木镇吗？怎么一个人没有？我的部队随时会到。万一你的部队被我的特务连挡在山口了呢？特务连是第169军的特务连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没有第169军，我又何必带着一个孤老头子突围呢？我告诉你，169军永远是我的。吴部，刘将军累了，带他进去歇一下吧。去。这里有点诡异，难道他们一天一夜都拿不下小小的青木镇吗？镇上有人。真没想到我们还能回到青木镇。有情况。小169军呢？那我进去看看。小心点，说不定是钟连正他们呢。好，走，我们进去。你们的人来了，没你什么事，进去。是老朋友来了。Thank you.
木良逢来了。顺子，快回来！你说什么？听不见！快点回来！什么？顺子受伤了，快去救他！顺子，都别出去，他们现在就等着我们出去呢。那顺子怎么办？听小木的，里面有狙击手。小木，你快看看，里面什么情况？应该是中山正单位，他们在二楼，我们这儿地势低，我够不着他们。小木，这边只有你一个狙击手，你要出事了，我们全完了。这样，你去找一个好的地势，把里面狙击手干掉。我跟任政委，我们俩出去救顺子。刘烨，你留下。不行，现在手里都是活靶子，不然怎么办？让顺子死在这儿吧。任政委，你跟我走。好。现在怎么办？最安全。我现在要到后面去找个制高点。我要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你这个位置非常重要，我和教子郎之间的联系就全靠你。等一下我要怎么行动，全靠你传给教子郎，听明白了吗？顺子，还能动吗？别过来，有狙击手！别乱动，慢慢爬过来，慢慢爬过来。没问题。梁峰是我的，另外一个交给你。哼，如果是穆良逢，他才不会干这种傻事儿。Thank you.
不要在同一个位置开两枪，为什么永远都记不住？谁打的我？穆良逢。又是他，我的枪。别动。把我的枪给我。你的年龄就跟我们黑子差不多大，就跟我的孩子一样。宗明还有雪云，你们都是好人，我挺羡慕的，你们那儿比我们这儿好，当官的不可信，像一家人。顺子，兄弟，顺子，兄弟，顺子，兄弟，顺子，顺子，这一切该结束了。怎么了？他选了一个好位置，这一下我们麻烦大了。你这么冲动，等于送死。总得有人送死。什么意思？他们不出来，穆连长就找不到目标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先上。一起吧，兴许都能活着。这地方守不住了，他们会从正面开始强攻，我们得走。你怎么样？你不是想和穆良逢决战吗？现在就是机会。说什么傻话？错过这个机会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趁我还能派上用场，你走吧，我来吸引他们。大佐，请按叔佐说的做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大佐，待会儿打准一点，拜托了。Thank you.
数一二三就冲出去，一、二、三。 任政委，我是。 任政委，我是。爷爷，快走！狙击手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位置。别动！我更喜欢让这个女人在我们之间待着，她让我觉得安全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 当年在边区，我学习了3年，在保卫处等一些档案，很多人的笔迹我都认识。你在牢记认罪受伤的情字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任政委，你的帐子右边的长。 三行，怎会少些以后？你没想到吧？任政委，任政委。
组织规定，我不能说出身份。对不起。让我们之间公平的比一场吧。你现在拿枪指着我们，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吗？可以，我可以跟你比试，但是让柳烟走，这和他无关。让他留下来做个见证吧。别担心。张少校，我也想问你一件事。你为什么那么鼓动我去摧毁日军的秘密基地？我想给你信心，想让你重回抗日队伍，这是为了救你。救我？三年前我就知道你是共产党，一直没有动力，是我救了你。刘三，你是想在共产党那边留后路？就像你跟日本人一样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喜欢给自己留后路。我，可惜留来留去，都是绝路。绝路，绝路！你开枪打死我吧！你觉得，你还有那个价值吗？我怕那样脏了我自己的手。我活着有什么错？活着是没错，但要看你怎么活着。像你这么活着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这是我能帮你的，要死要活随你便，或者你在我背后开枪。退堂吧，我们每个人三粒子弹，怎么样？穆夫人，请把你脚下那块破布捡起来。当它随风飘落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吧。
子弹了吧。你输了。觉得
是老天在考验我们，总会有荣归故里的那一天。我看到四国了。这么想回家，为什么当初不在家好好待着？为什么要跑到我们这儿来？小木，一切都结束了吗？